稍等一下，我给你添置。打开锁开关，再打开罐底加温、B 加温、化疗器加温，三个。嗯。全部打开。全部打开。温度设置好到120，温度到了就可以了。嗯。对，温度到过后再加料。加摩卡灯是不是？嗯。大王是吧？嗯。把这个打开，这个打开。三个。好。对，温度到了以后，它自动保温。这个就是排料。这个打排料，从下面料放出来。这下面放出料口，拿东西接着。关。这边是那个有个总的电源开关，这边是那个三相电，这个是零线，这个380的啊，这380的，这零线是吧？外部接上这个电源啊。温度做的时候不要把它关掉，就这样。OK， 再把锁开关一关，断电。